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呀，与你的每一段回忆都记在我的心里啊。那你还记得当初你是怎么说的吗？沈天培，你以后要是敢不要我了，我就把你从这丢下去。不用你丢，我自己掉下去。你说我要不要把你丢下去？不用你丢，我自己跳。哎，你疯了？我就是啊，试试你会不会拦住我呀？你欠揍。我就是欠揍。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不，我要你背我。好，我背你。上来吧。你到家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怎么了？那个，你要不要搬过来和我一起？就等你这句话了。